进来。谢谢旧的火，香槟 level free。讲错讲错。哎呀，我想充个电。好。然后今天开始直播了，就是那今天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讲一下西门表演的东西，还有那个不知道最近的趣事之类的吧。嗯，然后为什么要讲西门的表演呢？是因为真的第一次可以在就是 TTP 可以在一个公开然后那么多人的舞台上面表演，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公演比较多，然后通常都是只有自己的粉丝来看，然后这次有别团的，有男团的粉丝来看，然后也有很多的路人为我们停下来看，我都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推广一下我们团体。对，所以其实是蛮好的。对，为了很多人，然后很多第一次来看的人，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平常没有时间来看公演，也没有抢不到票的人来看现场表演，因为现场表演是免费的嘛，不用买票嘛，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看我们的表演，就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事情。对，我觉得真的很需要真的很需要这些更多的曝光的机会。对，然后对，就是呢那天表演，然后也收到很多的很漂亮的照片，谢谢大家帮我们拍照。嗯，感觉蛮多人被圈粉，不一定吧？我觉得很多人都哦，原来有这一团，可是不一定是圈粉。对，可是要说圈粉的话，栗子好像有圈到一群站姐，对，好像是因为她的腿很美吗？好像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还是什么的，因为有听说，就是他们一直说推推推推推推，这个腿，这个腿，然后就是疯狂，栗子疯狂被拍，对，然后就觉得哇，我太厉害，我一边表演一边想说，我太棒了吧，太厉害了，就是因为腿，然后就圈粉一群很会拍照的站姐的话，我就觉得太厉害了。然后的就是。对，我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事情。对，谢谢小叶的戳戳你，毕竟就是他们怎么说，这女生嘛，女生比较喜欢饭男团嘛，然后我们就是有人可以吸引到女饭，其实是很好事情，因为像我的话，我比较不吸引女饭，我都比较吸引男生的饭，所以其实就是很需要其他人来帮忙，就是吸引一下女饭这个东西。对对，而且因为我想说难得西门那么多人，就想要跟更多的人互动，然后就想要跟自己的粉丝互动，所以就其实比较少去看到站姐他们。对，可是栗子他也有把握到，所以其实是蛮好的。嗯，金鱼有拍影片对不对？哇，我看到好像有看到。对，然后就谢谢大家帮我们拍影片还有照片。然后我有一张我觉得很漂亮的照片，觉得可以就是可以那个可以发一下。对，有一些漂亮的照片，比如说我看到好像就是真的是很棒的照片，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很棒。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都发了一些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好看的照片，可是很棒的照片都没有发到，所以我有点拜托赶快发，拜托赶快发好不好，救命。谢谢 Andy 的戳戳你。对，什么周说先忙，其实你去看 Momo 的直播对吧，因为 Momo 他在开直播好像是。对，没关系，你可以直说。对，然后这么好看的照片怎么不发，赶快发。对，冠伟也拍得很棒，武艺也很棒，然后
菲菲的我也看得很棒，然后 Sam 的我也看得很棒，然后也很多是社长的也拍的，就是这次竟然没有我很崩的照片，我觉得有点就是你怎么有点哦，对，然后还有谁？我怕没有讲到名字你们会难过，还有谁？还有一些比较少拍我的人也有拍到我，所以就这还蛮开心的，对，礼貌头我讲过了对吧？对，礼貌头我讲过了，对，还有谁？我看一下，很担心没有讲到，等一下玻璃心，给我玻璃心，我没有时间去处理你们的玻璃心，自己粘好不好？然后，就是礼貌头，赶快发那张横的，那张横的很漂亮 ，OK。多军对口，谢谢玉安的甜心战士。然后，你这样很好看的，是你猫头给我发。你给洗，你什么时候发？可恶！哎，我那个，我跟你们说。我们不是蹲下拍照吗？我必须要讲的是我没有跌倒，我只是想要假装一下，就是可能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就在下面耶，好开心，我看到你们，就是我只是想要这样子。结果安娜姐以为我跌倒，笑死。可是没有，我没有跌倒，我只是想要假装你哇耶，就是想替大家应援，对对，所以我就可能我真的没有跌倒，对我没事。然后，对，礼貌头，你需要看哪一张照片吗？我可以给你看哦，因为就是有别人，就别人会觉得哦好看的照片，他都会传给我之类的。然后说，哦，点进去，我看到这好漂亮哦，怎么没有发？可恶，超漂亮的，超漂亮的台北风光，梦幻岛像一幅画。对啊，我没有跌，我真的是没有跌倒。对，谢谢大家。哎，这张，就是这张啊，看到吗？看到吗？这张很好看哎，真的很棒哎。对，而且我那天的妆，我跟你们说，我那天的妆呢是呢画的有点画的有点眼有点垂，对，是因为我上瘾太重了，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子的妆，所以我都画成这样子，结果就好像有点太多，对，可恶。然后其实我都会存起来，就把漂亮的照片存起来，然后像冠伟之前拍的这种啊，是冠伟吗？应该是吧。那这种呆呆的我也有传起来，就很喜欢传这种可爱的照片。然后这种，这个是谁拍的忘记，他还伸舌头，对，反正就是不是我自己去拿的照片，是别人传给我，然后说哇还不错还不错，比如说我家人我朋友们之类的，对对，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很厉害，谢谢大家，看起来很慈祥，对，我这次没有跌倒，笑死。对，我今天没有买到巧克力，可是我买了饮料。我很想喝奶盖，所以我就去了一家饮料店买了一个有奶盖的东西。结果它还好，它的奶盖很少，然后也没有很好喝，所以我有点后悔。可是还是让我。就是喝到奶盖，我还是还蛮感谢的，对，是这样，对，我认得出来是冠伟的那个修图的那个色调，对，那个色调，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的那个颜色啊、编号啊，就是你们喜欢把颜色调成什么样子啊之类的，我都已经有好把握到了。然后我最喜欢哪一样的哪一样的调色呢？其实我蛮喜欢我自己的调色。哎，笑死！等一下，不是这样子哦。我蛮喜欢什么样的调色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的调色有自己的风格就够了，就各自有各自的风格。有些人饱和度会拉很高，有些人就是直接出
有些人就是可能会帮我磨个皮之类的，帮我磨皮的我真的非常感谢，因为毕竟虽然我皮肤已经很好，可是如果没有磨皮的话还是会看出来有点哦颗粒感，不是颗粒感，是照片本来有颗粒感，我皮肤没有颗粒，我皮肤很滑很白滑，你们可以去就是握手会啊什么活动之类的看看，我皮肤是超好的，你看嘛，看到吗，看到吗，多好，就算我不开那个磨皮，我那个手真的冰膜，你说哪个手？哪个手？我就跟你说，我跟你说，对，我的手是一定要磨，因为我的手的青筋，我现在是有磨皮的状态。然后呢？我演出的时候换了银眼嘛，其实我喜欢的银眼我会一直用，一直用，然后用一样的银眼，所以其实我都没什么。换银眼，除非是什么咖啡色、深咖啡色这种子，对吧？对吧？我在讲文嘛，以前在意，现在没差。可是我发照片，这我自己发文的话，我还是会把它码掉。可是如果大家发照片的话，我不介意，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不用太多那个，就是修饰，你懂吗？就是如果我等一下修饰是需要的，可是。就是你知道修手纹这种东西太麻烦了，所以还是不要麻烦就好了。对，对，然后大家可以修一下那个腿上的伤痕啊、淤青的部分啊，还有那些什么蚊子叮啊，还有那种什么，就是可能翘起我的二郎腿坐太久的时候，然后会有点红红的，大家可以修一修这样子。对。我以前我非常在意我自己发照片会看到掌纹，因为我掌纹很深，再加上我很担心大家看到我的掌纹，就是说，这个女生她的命运怎么样，她的感情线、她的自慰线、她的那个什么什么健康线怎样怎样，那气势。第一次握我的手的时候，真的觉得跟你的队友的手一样，历尽沧桑。对，没错，我的手超粗，大家不要介意就好。不要介意我的手那么粗就好。为什么头发有色？因为这是我的新发色。对，就是你懂吗？我的手超粗的，希望大家不要吓到我。就是一个男生，我说的是我个性比较男生，不是说我这个本人是男生，本人是女生。可是我的手就是很粗，因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讨厌去擦任何的护手霜，因为都很油，包括你说什么欧舒丹啊，我。勉强会用一下，就是你说到像这种专柜的什么的品牌，我还是会用一下。可是你说什么 body shop 的，我也会用一下。可是我真的非常讨厌那个磨完之后那个油油黏黏的感觉，所以我真的是很不喜欢，所以很不会磨护手霜。对，我磨过很多品牌的护手霜，我都超级讨厌各种护手霜。才发现我是没救的，对，勉强喜欢的话，你可以说妮维雅，对，妮维雅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就是，对，它是很黏腻，没错，可是它会干，对，它会干，没错，对，就是这样，卸了这样，我手真的超粗，真是。我记得好像是有粉丝的手比我还要嫩，椰风明月的手很嫩，虽然我很喜欢跟椰风明月握手，我来握手会来一个那个什么大比拼，嫩嫩手大比拼，就看看谁的手最嫩，一定不是我是最排名最低的。然后我记得阿 K 的手也是超级超级软，很舒服这种，对，这有点反，有吗？这没有反啊，这是刚好，这不是，这是正确。真的，你们各位在座各位的手都比我还嫩，我真是粗到不行。我从小到大，我手就是那么粗，除非你可以摸一下后面的这边的部分，虽然没有肉，可是它很滑。可是这边真是粗到不行，这边是沙子，这边是那种光滑的大理石，是这样子的对比，对。我兔子在打喷嚏，解成
怎么说，我觉得解成有一种艺术家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讲到这个，可是我就觉得你真的很艺术家，可是因为你的头发有卷卷的吧。我其实是对卷发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会让我有一个加深记忆力的东西在，你懂吗？就是加深我对你的记忆力。然后你的卷发也是很好看，对，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棒，赞，卷发很棒。比如说，他从这样子，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了，他这个胖胖的兔子很可爱，然后，他感觉有比较好，然后最近很喜欢黏我，对，我手背应该还在规定边缘。毕竟还是手的部分嘛，对。里面好像，他好像想跑出来了。乖，他真的是，嘿，来，他刚刚在休息，休息完他就想出来了。啊，给你们看个东西，是不是？三三，啊哈，等一下再给你看。因为其实我很担心他的脚会不会受伤，还是那是正常的。对，他要跑走，他真的很可爱，我兔子好可爱，他很喜欢咬我的鞋带，是怎样？是为什么喜欢咬我的鞋带？就是我就会阻止他，他还是喜欢咬啊！救命！小动物都这样，喜欢咬那个咬鞋带，咬鞋带。但我跟他说不可以，可他还是咬。我抱给你们看好不好？这是他的手，我很担心。像他的脚像，我也觉得大家就是一个腿控，真的没办法阻止对我的脚的爱，然后也没办法去停下来闻我的脚，因为这是大家知道我的脚超香的。我有磨牙棒给他，可是他不喜欢。嗯。防滑会被咬开，不是不会被咬开，只会咬那个边边那个长长的可以松掉的那个地方，就是拉下来就会松掉，就是那个地方，它是很喜欢咬那个。对，我给你们看它的脚，我很担心，因为还是这是正常的，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正常，所以我想要请大家就是帮我们看线。50cm 吧，50到60左右，他就很想要打开我厕所的门，然后他跳超高的，我吓到，我就哇，干嘛？我能看一下他的手，乖，你在干嘛？哎，爷爷看不到，看这里红红的，看到吗？我的食指那部分，看到吗？会不会是受伤了？我很担心哎，你怎么样嘞？怎么样？怎么样？他好像人呢。哎呀！他的，
三三。限动的，对，有一张很好看，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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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发文？要不要发文？要不要标我？标我？是我闻到他尿尿了，所以我就是在想，就是我要不要去清理一下他的尿尿？那我还蛮想去检查一下他的手掌，谢谢蔚蓝晴空的小鸡蹦蹦，小鸡蹦蹦。小鸡蹦蹦，三三，我真的是，很，不知道怎么让他不要随便尿尿，因为他都会尿在笼子。然后它那个笼子的底板是可以拿下来的，当我拿下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缝所有的都是它的尿，就觉得一直要擦一直要擦，要拨开毛来仔细看啊，为什么我的心情在这边那么拨那么辛苦啊，谢谢 Sam 的女神蛋糕，为什么她那么辛苦啊，就是她做就是她是我的宠物一直要生病，怎样？为什么？啊，你做咩啊你？你耍白的嘞？而且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尿尿。先生，过来，先生过来，他跳下来，他现在很轻松的就跳下来。他怎么去检查他，他才不会觉得很不安或者是很痛之类的？我都很怕，很担心，你知道吗？我要把他抱过来了。哎，大家监视我，你不要欧里我嘞，欧里里。我没有那个，他是在笼子里面尿尿，他在笼子里面随便尿尿，就是我笼子有一个便盘给他，他都有时候会尿在上面，有时候会在笼子的里面随便尿。妹妹乖，给妈妈忙哈，妈妈精彩。好像没有红，没有黑色点点呢。乖，医生。三三，过来，三三，唔该，乖，你慢慢摸哈。那是草吧？对，应该是草。看到吗？它是一个被挟持的兔子。它很乖。手脚没有臭啊，乖，唔该，三三，看一下他的手给大家看，对啊，都是草，他踩到的应该是草，对啊，他变大了，明天就带他去看医生，来，摸西，
妈妈抹哈那个。觉得是皮肤病，是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只是踩到草吧？乖，乖乖乖乖，没事没事，你给你给。小小，你妈妈暖和。我明天去看看，就是医生怎么说。对啊，看不到啊。这个很可爱，妹妹，你说，妈妈呢？乖，你说，你说。身上没有其他掉毛哎、欸，就这样变快好了，要问了医生。对，他很乖，他超乖的。明天就是，阿哲说，看来当兔子是你下一辈的志愿。对他很乖，还是他吓到？应该没有吧？哎、欸、哎、欸、你的阿哎，蚂蚁蚂蚁。Yeah, peace, pizza. 星星先走了，拜拜。真的吗？好，他很 chill， 他很冷静。我想说企鹅，企鹅，我知道那个怎么去看它冷不冷了，就是我摸到它耳朵，它耳朵凉凉的话就是冷，对不对？我摸到了，以前是不敢，你知道吗？就是以前它在小只，我都不敢摸它，也很怕它会担心，就然后也很害怕。那现在好像已经知道，就是怎么去分辨它有没有很冷，对。但我记得企鹅有教我说，就是。之前我在直播上面问大家说怎么才可以知道兔子冷不冷，然后这是摸一下它耳朵就知道，对，其实大只可以随便摸。兔子真的很可爱，再来跟它手勒，你这么冷。可是他有时候尿尿在那个他的那个窝里面，然后草窝里面，然后他在那边尿尿之后，他自己踩到，所以就会有感染，会吗？人耳不适用，对，人耳不会觉得冷。他比普通兔子还可爱，而且他是大帅哥，他很帅。伸展开来更长，对对对对，他超长的，然后这样子爬上来，超可爱的。这是一人一兔的直播。他会舔我，舔我是代表撒娇是吗？他真的很爱撒娇，你知道吗？他超爱撒娇的，他超喜欢。嗯，是什
一直舔我。然后兔子会觉得痛吗？就是如果他们就是可能皮肤不好，然后会觉得不舒服吗？觉得痒，觉得痛吗？因为他没有表现到痒耶，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就只是就是很健康的跑跑走走这样子。他想下来，他有点危险，他在我的大腿那边。跟他说要小心。明天应该会更冷吧？明天还下雨，然后明天我要小心。但是他可以好好的，就是去医生那边检查。我觉得星星比较会撒娇，我是小男孩，就是会回暖，那就好了。哎，你的，他差点要掉下去，我会把他抓回来。不吃不喝，没有活动，蹲在家很危险。OK， 没事。他上个礼拜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他才愿意吃东西，然后现在已经。还好了，他就很愿意吃了。你看他超长的身体，有看到吗？哎呀呀，太高了，这里我们再放下去。三，乖，大家拜拜。黑色，他去跑了。猫咪一样会拉长，可以拉长。然后他现在很愿意，就是在我不在家他也吃，因为我看到那个草的量减少，所以就知道啊他有吃这样子。嗨，牧羊犬，哎，你知道吗？我养兔子，你有看到吧？我超可爱的，是不是？然后他这是伊贝本人，伊贝，你知道伊贝吗？还是我讲错？伊贝吧。eBay 好像那个国外的网站 eBay， 还是我讲错了？没有吧 ？eBay 对啊 ，eBay 啊 ，eBay 啊，对 ，OK， 嗯，伊布啊，伊布啊，什么意思？伊布伊贝伊布，咩嘞？嗯，伊布，对不起 ，eBay 是那个香港的翻译，然后。一部是台湾，对不起。OK， 怎么样？他谁？他走了。他刚刚一直在抓。一部，对。给你们看那个，我看过一个很像的照片，就是。伊布跟兔子放在一起，然后你们知道有一个伊布的娃娃是这样子睡觉的吗？睡觉的伊布娃娃，小凤仔，你做的那个贴图，我跟旭的是旭吗？对吧？对啊，我也觉得太好笑了吧？你这很厉害，你这抢包仔，你这抢包仔。很棒，我喜欢，我喜欢，我都被你吸引过去了。哎，我在看，我一直在看哎。谢谢汤米的桃花和果子。哎，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有创意，有对啊，现在的浪功能很厉害，很厉害，可以传贴图，可是好像要做会员吗，还是什么的之类才可以，才可以就是做到贴图发贴图，对。给你们看那个一步小心，那个他们的 CP 名字，他们四个人，一步娃娃睡觉了。哎，我跟你们说，有一天就是啊，
去西门那天，然后栗子就拿出了那个Sakura 的那个毕业周边给我看，说你看这是小樱花的，然后说哎对耶对耶，然后我想说哇好羡慕，然后就是然后再晚一点就哇、哦、我也、你懂吗，就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哇我也很开心，就毕竟对就是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姐妹装 OK 姐妹装可以跟她一起姐妹装，呵呵完蛋了，哈哈哈哈，好啊，那天那个麦卡贝我们不是要上嘛，然后没有选到我，所以没有我，可恶！我想说那次就是小木仔不是有跟我讲过，就是麦卡贝我们 AKB 要上了，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好期待，我很希望可以选到我，结果哦我没有被选上 ，Oh my god！ 所以我越期待的东西越没有选到我，就觉得有点气馁，有点抱歉。然后当天的下午，我就去抽那个福袋，巧克力福袋，都抽到两盒巧克力，就很开心。可是我抽到那个巧克力，两盒巧克力是有一个故事。对，其实啊，在那边我很纠结，因为他说啊，这350抽一次，然后一定会有一张蛋糕券或者是巧克力券，也有可能有3、4、5张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去抽看，结果我就抽到一个巧克力一个蛋糕，可是我想要的是巧克力，没有很想要蛋糕，所以刚好呢很刚好有一个路人女生就走过来说好像很不错耶，然后我就说要不要抽福袋，真的很划算，我抽到两个巧克力，一个蛋糕一个巧克力啊，所以你也可以抽抽看啊。然后刚好他说哦我之前有吃过这里的蛋糕好好吃，我就说你可以抽福袋啊，因为福袋就蛮划算的。结果他抽到的是巧克力，就是其实他在抽之前呢，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抽到巧克力的话我用蛋糕跟你换，然后他说哦好吧，那既然就是他抽福袋跟买蛋糕也是同一个价格的话，那他就抽抽看吧，说不定会抽到多一点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抽到巧克力的话我就用蛋糕跟你换，然后他就抽到巧克力，我就说我跟你换啊，他说好啊好啊，然后我们就是双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两个都是赢 win-win 的状态，对，直接跟他 change。 然后那个店员说哇这样也可以哦，他说你们不介意吗，不是 你们会介意吗，然后他说当然不会，我就说好啊，那我就跟他换了，我就换了两个，不是，就是跟他我用蛋糕跟他换巧克力，所以我有两盒巧克力，不是我自己抽到两盒巧克力，是有一个是换的，对，就是一个双赢的概念，对。小凤仔说地球是圆的，你终于一定会遇到他，对，我也觉得，就很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然后也可以请他指定，不好意思麦卡贝指定要显迪器这样子，一定要小迪哦，没有小迪的话 AKB 就不用来了这样子，然后就可以上麦卡贝了，哈哈。巧克力吃完，我跟你说一天吃完一天，就是很舍不得的慢慢吃，结果在隔天还没有到24小时就已经吃完了，对，就这样子。对，那么巧克力的泡数是几多少？60几到70几，80几也有，纯黑巧克力也有。可是我那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口味，像伯爵茶。然后还有我的伯爵莱姆酒，然后还有玫瑰，还有樱桃白兰地，还有抹茶牛奶巧克力什么的，就很多口味，很多不同的口味。然后我就说哇玫瑰口味耶，然后他说你可以试试看啊，他们的玫瑰是口味玫瑰是口味是怎样，他们的玫瑰口味是怎么样做的，我就说哇好像蛮复杂的，那个情绪很复杂，所以我就说好，那我要一盒玫瑰，然后要了一盒玫瑰之后我还有一盒嘛，所以我想不到，我真的想不到我要吃哪一个。我第一个看上的是伯爵莱姆酒，然后再下一个吃的是那个樱桃白兰地，可是樱桃白兰地比较甜，比那个伯爵莱姆酒还要比玫瑰还要甜，所以我就选了伯爵莱姆酒，对，我是不是讲错了，对不起，反正就是
樱桃白兰地跟伯爵莱姆酒，选一个，我就选了伯爵莱姆酒。对，伯爵茶口味的所有东西都超好吃，酒味的巧克力也深得我心。我小时候不喜欢，现在很喜欢，所以有那个酒香，很香。樱桃白兰地就比较甜，然后有樱桃的味道，而且它樱桃的味道不是那种假假的樱桃，是那种真樱桃的味道，所以推荐大家。对，谢谢盛小圆的年度选票还有枫叶。他开始吃了，我的兔子有一点特别，就是我不是有一个碗给他装菜吗？不是菜，给他装那个草嘛。然后我装满了之后，我会就是满了的话，就是一个平面嘛，就是一个碗，然后上面是一个平面，他是不会再吃了，他不会就是吃下面的。可是如果我堆一个小山出来的话，他会把下面的小山吃完，那个平的就不吃。我就有点我要怎么去改善这个状况。追踪起来，谢谢小风仔，我喜欢你做的贴图，你怎么那么高质高品质粉丝，超高品质。要害我就是好像有点浪费，所以我都把他不吃的就是丢在那个盘子下面，不吃的那个草我都放在那个碗里面，然后放在碗里面之后，我就在外加新鲜的在山，就盖成一个小山。对，李乌诺，李乌诺，李乌诺，你不是那个有点长长的头发的吗？就是不是说那么长，这可能就是有就是比较长发的一个男生嘛。然后呢，我记得我会笑死，有一次就因为你跟我们的马库多桑有点像，就发型方面，所以我们有一次我忘记是谁，反正有一个成人都跟我说，你不觉得那个粉丝好像马库多桑吗？我就说有吗有吗，然后因为当时大家都戴着口罩，然后就想说哇哇哇，就是看背影啊什么都觉得哇有点像哦，然后就笑，我快笑死了，这永远记得这个。然后我有一次坐计程车也遇到一个很像马库多桑的计程车，然后我就问，就是我是想，好，这是你副业吗？结果其实不是，就是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你懂吗？这只是发型啊背影很像而已。对，我知道你不是长头发，就是卷卷头发的感觉，对不对？我知道不是像我这样子的长发，对，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你是短的，你是短发的，对，我知道。你是短发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你的发型。对，哈哈哈哈，副业，但可能我比较需要当就是做司机，当做一个副业吧。对，这是小叶的枫叶，哎，快笑死！你们知道台北哪里可以卖纸箱吗？因为其实啊，你知道通常就是我有想过这个东西，就是我香港呢，如果你就是家里有纸箱什么的，你很重的话，你就可以拿去卖，卖掉一个十几块之类的。然后如果台北也有的话，我可以拿我纸箱去卖，然后结果就会哇，可以换到一顿饭的钱了。因为我很常虾皮，很常网购嘛，所以我就很多纸箱，每次就是纸箱我都会拿给一个就是可能那种流浪者，对，这个我会给他们，因为他们都会有收集，然后拿去卖，我都会给他们。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拿去卖的话，我也可以赚到钱。可是这样子我好像不行，对不对？其实我这只是就是还蛮好奇，台湾是不是有这种地方可以卖纸箱？对，对，价格不好，也是啊。其实纸箱体质很大，然后还要拿到很远，所以我就是对，我只是交给别人比较多，我只是交给路人交给外面的人比较多，都自己不会真的拿去卖了，放心。对，没什么价，对，我就是给别人当公益，我在开玩笑，大家不要那么认真，会笑死。
知道我的兔子很常随便尿尿完之后我都闻到味道，可是我就找不到哪里。对，当然我会拿给别人转。谢谢你，我那天有看到你的相机，就是我有对到你的镜头，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爱你的心跳，我们慢慢聊那边，我有看到一个人的那个镜头，然后他说很开心，我抓到小迪抓到你的小迪抓到我的镜头了，这样子我很开心，就是让大家有那个开心，有那个很满足的感觉，对。而且你知道我一边很想要。就是跟台下的大家互动，又很想要拍好看的照片，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眼睛该看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巡回观看大家。他现在就是很喜欢在笼子里面尿尿而已，他不会出来尿尿。对，自助回收机哦。真的吗？有这种东西？哎，国外有这种东西，你们知道吗？真的哎，国外很流行这种东西。我看看哪里有自助回收机。宝特瓶或者是铝罐，看一下哦。四个等于一块，对吧？四支一元，八支两元。谢谢企鹅的一封信。Hello， 谢谢企鹅的戳戳你，我有点冷哎，为什么？差别有不少，那以后大家喝完的饮料瓶可以给我，我拿去存起来。看一下宝特瓶铁铝罐，四个一块，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真的蛮好的。谢谢玉安的彩虹棉花糖。谢谢。练习室后台应该很多瓶瓶罐罐。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灌输一个观念嘛，就是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从你的生活必需品。谢谢姐成的甜心战士，我这个很适合我的头发哎，超适合我的。就是我想说的是给大家灌输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必需品上面省钱，可是你就是省下来的钱就可以用来，就可能就省一点点，可是其实因为它是必需品，所以你一定会用到它，可是你省到的话就代表着其实你在必需品上面就省下一堆钱，所以其实是蛮好的，然后你可以把剩下的钱存起来，或者是买你想要的东西。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观念，我觉得可以灌输给大家的。可是当然也不要花费太多钱，对，不要花费过量的钱，没错。对，看一下图，三三，我那个阿里我来，他这让我的兔子很欠揍，就是我的底盘的龙是这边，还有这边两边可以拆开，分别拆开。他就很喜欢在中间那个缝里面尿，所以他的尿呢会跑到左边去，又会跑到右边去。那我拿起两个时候，那个边边角角都是他的尿，所以我真的是每次都很。很就是你可以好好尿尿，拜托。他就是故意，对，他都在中间，所以我每次清理都要清两边，不是一边哦。谢谢你的小鸡蹦蹦，他很会挑地方，我要把他抱去那个尿盘上面尿，我就看着他跟尿。刚刚没奥利我来，没奥利我来，妈妈。
好了，帮我加了一点，加了一点菜，炒是炒，加了一点草。对，拔屎拔尿，这是妈妈的火。对，真的是我爱我的兔子。谢谢李包头的桃花和脖子，还有勇哥的行李箱，我好想吃东西。Should I? Of course, why not? Okay. 给你们推荐一个我今天看完的，我今天在 Disney Plus 上面看完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库尔拉，怎么念？库尔拉，对。就是很好看，有哇，保持那个他尿的地方，他那个便盆的那个地方，对。结果我就是他一开始很爱在便盆上面尿尿，现在就叛逆，就不爱了。对，库尔拉的那个电影没错，跟你说，这是我看过的真人版，电影里面我觉得是数一数二那么好看的一部，真的是我给的评价很高，真的很好看，大家各位有空可以去看看，好不？真的没办法去讲它有多好看，反正就是很好看。它是一只自由自在的兔子，我给它很多自由自在的空间，就是让它到处跑，让它咬我的鞋子，让它闯进我的厕所，笑死。真的很好看，好好吃。如果你有 Disney Plus 的话，我就建议你们去看，建议推荐，还有 Free Plus， 汉密尔顿没有哎。最近有一部我很想看，叫做《菜鸟警探》还是什么的，给他100块，让他自己去买饭吃，太难了吧？好，汉密尔顿，我看一下，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打开我的 Disney Plus， 就是打开电视的 Disney Plus。打开我的 Disney Plus 之后，就在看飞哥与小佛 ，Phineas and Ferb， 超好看，汉什么？汉密尔顿。哦，好。音乐剧，你那个我看看，我跟你说，你现在跟我说，我晚一点就看了。就是很可爱。BTS and Ferb， 我很记得他们有一首歌叫，就是有一集一直在找 Perry， 然后他们在天台上面唱歌 ，So Perry， you are the boy best friend， 哒哒哒哒，我记得这个，
转一下那个音乐。对 ，Come home, Perry, come home, come home, Perry, come on， 走音仔。嗯，这个。很可爱，硬要押韵 ，Sanders 那一段很有趣。嗯，硬要押韵。记得 Candace 好像有跟杰瑞米在一起， Jeremy 跟他在一起对吧？有吧？一定要押韵，有点 rhyme 这样子，有印象，大家都有印象。想到一个很白痴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看到风仔的贴图了，谢谢小风仔特意为我做的贴图。讲到 Perry，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呢，很久，就是我在香港还没有来台北的时候，那个。我跟朋友每年都会去那个海洋公园的 Halloween 的一些活动，然后有鬼屋可以玩，然后呢前面的女生背着一个包包，是一个 Perry 的屁股，然后我你知道我就很闹，我就是那种就是觉得很可爱的摸一下的，哇，然后被发现了，然后被发现怎么办呢？我的朋友就说，这是我的朋友，马上转身过去，然后我也怎么了？然后朋友说你被发现，我说真的吗？然后那些女生好像有点的感觉，然后我就主动走过去说不好意思，我刚刚觉得太可爱，然后我也有看这个卡通，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起来，他说真的吗？我也觉得好可爱，我很喜欢，我说对啊，他真的很可爱 ，Perry 超可爱的，然后他说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来，就变成朋友了。Oh my god， 就是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反正我就是手多，然后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幸好她是女生，不然我就会有点就是哦，不好意思，男生哈，拍谁摸到你的可爱的 Perry 呆呆，太可爱了，你知道吗 ？Perry 的包包。我是很白痴，好，跟大家分享完这个东西之后，对。我对这首歌也有印象。对，就是我，他就很手拙，然后。我跟同学，有一个很喜欢玩的东西，就是我们猜拳谁输了，就是碰一下前面的人的那个包包上面的挂饰，不认识的，完全不认识。然后我很常就输的那个，所以通常碰的那个都是我。我猜输了，Oh my god，又是我！啊 ，go， 然后我要这样 ，go， 然后赶快走，就装没事，懂吗？就是，这种装没事，就是碰了就，哎，那个好像蛮好吃的，要不要去吃？然后我朋友就说好啊，那就赶快走。但很屁，对不对？很屁，就是我的，就是童年，不是童年啊，就是我的青春回忆，对，是很屁，没错，可是很好玩。
现在就不一定可以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对。超屁的，好屁，好好玩哦。当然有看过歌舞青春啊 High School Musical。完全没有想过，但没办法想象，人没看过哎。High School Musical。Pardon me, would your name be Swampy, ex-drummer for the band Love Handle? Well, my friend was a past wife. The name Sherman. Why ask it? Because they're reforming for one night only. It's a celebration of our parents' anniversary. Well, that sounds charming, boys, but I haven't played drums. 还没有传到这里吧？Fell asleep in a metronome factory when I woke. I completely lost my sense of rhythm.So you're saying that you don't have rhythm? But listen what you're doing right there. With that stamp and a book, you got a real nice hook. Sounds like you're having a rhythm to spare. I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可能我刚自己在这样子抖了。What happened to me was a tragedy, but I don't have to be a millionaire. Look, I got a sweet deal going on here. I got all the books that I can read.All these sweet old ladies in this carpet from the 80s brought the mocha to librarian me. Besides, I ain't got rhythm. 我肚子最近很爱喝水。我很喜欢泰山，好可爱哦！哦咦哦咦哦，哦咦哦咦哦。我还没有问大家想要我那个我所会穿什么衣服。我上一次不是说那个吗？做一个泡泡，然后只有脸跟嘴巴，然后整个是白色衣服的，那个被砸拍的人，但好像蛮有趣的，蛮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桃花和果子，嘿
是北极星的我是你的闪亮星的一颗橘星星。哈哈，嗯，我有要很早上去见面，要不今天我们闪亮亮的见面。嗯，好吃。大家可以记下来，我还蛮喜欢《泰山》这部电影。等一下，如果我假装那星星，哦呦哦呦哦，不是假装看看，哦呦哦呦，然后被橘星星告，我都嘻嘻了，然后看不到我了，我这边。AKB48 Team 泰山，的红玫瑰，事情，如果那个西门町的表演换上那个，就是再加上品涵，那就是神七了，有点这样的感觉。对啊，他很穿珍妮的衣服，哎呦哎呦。阵容是品涵占闪亮的星运的 C 的话，我就觉得哇哦，哇哦，这七个人真是哇 ，Oh my god！ 说过，觉得我的粉丝都在，就是蛮吸引到中部南部的，我蛮吸引到中部南部的粉丝，我还蛮开心的。这是代表着，就是我是个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人，哈。
到。他新发式。我的高八还来得及，觉得很稳哎，很还有那个鸡那个那个抖，你懂吗？很赞。然后你没有看到那个东升新闻吗？他拍我，我好开心。我觉得其实蛮多媒体的记者，就是各位哥哥姐姐们都很愿意拍我，都很开心。你看那个，就是记者会也是啊，然后礼拜六西门的活动也是，就是那个庆功见面会，对我讲错了，对不起。就是我觉得很笑死，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媒体的姐姐哥哥姐姐们是很会愿意拍我这个事情。其实我也觉得，就是他们懂拍，有眼光，赞赞。你们去找，其实很多都有我，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没有办法做到联访，不然就更多一个曝光机会。我真的很喜欢有曝光机会，其实，对，赞赞，睡啦，干杯。其实我礼拜六在表演跟唱歌方面，其实我还蛮注重唱歌的，所以觉得有点可惜。可惜的是，我应该更注重在表演方面，因为我真的很注重在于唱歌。对，我错了，我觉得我错了。这么快就公演了，突然有点紧张呀。山顶接得到彩蛋吗？其实我很想把彩蛋丢到山顶，就直接一卷的丢上去。对，这有点，我兔子跑出来了。就是我很想丢上去，可是我很担心，我。我有就是隐隐约约的去问，是不可以直接整卷丢上去吗？然后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回答，对。所以其实我有点，我不知道。三三，过来，过来，妈妈抱抱。三三，三三，我叫他，他真的跑过来耶！他真的跑过来耶！乖，三三，你大家问下你好唔好？嗯，臭臭嘅。我叫他深深，然后再看我深深深深深深，他真的跑过来，他很乖。应该没事没事，深深乖，妈妈抱抱。哎，晚安，可以。拜。
这首歌叫拉法。探索新世界，因为我平常不会让他上来这边，这边有点东西太多，有点危险。对。好了，他上来了。怎么样？是什么呢？暂停了我的音乐。是什么？是什么？唔得啦，唔得啦，冇啦。是不是？乖，你真乖。唔得，你听嘛，听嘛。播放音乐。乖。好可爱哟。我是尿不尿？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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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他可以长多大？他听粤语，他应该长那么大吧？应该会变这么大，然后就不会再大了，最大这样子。它是侏儒兔，对啊，它是侏儒兔。心它会掉下来，我不想，我不想。对，他刚刚按了暂停键，他都很喜欢按暂停。怎么样嘞？动物真的很疗愈，你知道吗？配色是衣布配色，是不是？唔得，唔可以，危险啊！危险，做咩嘅危险啊 ？No no。跑着，对，他鼻子，这样子超可爱。哎，我跟他鼻子好像。
超像。哦，鼻子可以，这不一样，这不一样，这个。你们也可以吧，你们也可以，这样就可以吧，很正常啊，大家都可以。但那是鼻孔。那不是鼻子，那是鼻孔。呜！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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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相信没有人不会这样子做，我相信在座各位都会这样子做。就那个奶盖，超好吃啊！对吧？嗯，没有胡子。谁要胡子？Ho ho ho! Merry Christmas! Ho ho ho!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相信圣诞老公公，开始，圣诞老公公，相信在座各位圣诞老公公都是这样子的，那胡子都是这样做出来的。每个人在打扮成圣诞老公公的时候，都要就是化一个这样子的妆，然后去喝一个奶盖，然后就秒变圣诞老公公。随便放迪士尼的歌啊，就会成为一个流行。迪公公，哦，它融化，救命！先拍下来，你不能这样笑我，只是。我是艺人，艺人的责任就是娱乐大家。我现在有娱乐到你们，我没有圣诞帽子，帮我换一个帽子好不好？帮我换一个帽子，谢谢大家。胡子太长。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手？招牌动作，嗯，迪士尼，有望成为一个流行啊！刮胡子，为什么圣诞老公公鼻子不应该有这个？对，不应该有这个，应该这样子就是。
Merry Christmas！ 阿宝，满肚子都是泡泡。肯德基老爷爷，我们就是心脏老一根根，一根根。我肚子不知道去哪儿，好丑啊！要吃那个泡泡，哇！那个不二家，对吧？好适合，还有人这样子的哦，有啊，还有人这样子的。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现在在家，我的粉都掉了，没擦。我给你吃东西嘛。这是个有毒的，哎，有毒的刀。胡子吗？下巴？为什么？就是一直吃这个，还是一直那么多？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onight. 拍个照，纪念一下。我是接受不了这种自己。敷脸，敷脸。我现在后悔了，我现在后悔了。
我说的是我不希望生日被砸拍，因为油油的，会油油的，对吧？哎。奶盖，奶盖很好吃。嗯，我不希望被砸拍了，我后悔了，大家。我没有被砸拍过，以前很想，上个礼拜很想，现在一点都不想。啊，油油的，而且那个化的妆，我化的妆是有点太，就是会被浪费掉。就很后悔，我不要被假拍。对的，刮胡泡还可以，奶油太油。不会生气啊，蛮好玩的。可是拜托不要奶油。刮胡泡可以，不要奶油。可是我倒是，当然是不需要被砸。我要漂亮，漂漂亮亮。接着加，我该发现洞了。他说：“那个，我会想要看什么造型啊？生日会想要看什么造型啊？”而且我一直讲香格里，对你们错过了很多。你这只能补档啊，就只能补档 ，OK？ 嗯，没了没了，怎么没了？没有奶盖的啦。食紧咩？食紧啲奶盖。假拍，不要假拍！我现在不要假拍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亲爱朋友们。哎，悠悠的，等一下还要洗脸。三三和冰的嘞，三三三三，他不见了。因为刚刚这个黑色吸管不够强啊，只能用对别的吸管去吃那个。哦，对，没有口红哎，你看到没有口红，真的很白，跟我的皮肤一样白。你看，好了，也是没差了，好像。油油的，我要去找回我的兔子。其实我的嘴巴一直都是那么苍白，应该是那种遗传吧。对，可是这样子也其实有好处，好处的就是，我抹什么的什么颜色的口红，它就出现什么颜色的口红，你懂吗？就有一些人嘴巴天生比较红红的。那些人就算不画口红，嘴巴也是那么红。那如果他想要画淡一点的话，他那个颜色就出不来了。所以呢，其实口红比就是嘴巴比较白的话，其实抹口红就比较上色，就比较口红在我身上比较有那个作用。对，比较不好的就是我没有抹口红擦口红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不舒服之类的？对，这个就很，其实没有不舒服，就只是没有唇色而已。对，我去放一下东西，顺道去找一下我的裤子去拿。刚刚和冰的雷什么呀？我们这有冰的呢，雷什么呀？
好。他真的，他很爱我。你看，他刚刚躲去那个，就是开，就是我不是开，是我那个出门会带的笼子里面。对，他刚刚躲在里面，不知道干嘛，可能他喜欢吧。做咩嘞？有啥嘞？危险吗？很危险哎。哎，不得，那个奶盖的盖子，我把它拿走。Under the sea， 噔噔噔噔噔，喵！哦哦哦！打喷嚏，他应该是想出门，对，他长大了。什么嘞？做邻居啊，他乖。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奶奶奶奶奶，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他又爬上去，他想要吃，他吃着了，他已经吃过了。喂，怎么？担心，还是抱着他好了。你、yeah! 你怎样？你怎样？我说他不能动，他完全不怕的。他一直想要按暂停，他不想要听你歌吧？哎、yeah. hey. ，什么什么？谢谢神推星星的告白气球。在我视线范围都可以，我觉得。他想要学用电脑。他真的很想爬高，他很喜欢爬高，可是很危险，我都没有让他上桌面，其实这是因为很怕他掉下去。Sam Sam， 你真来学什么？我怎么样？你看我，他真的很坏。哎，你可以，是不是？是不是？你真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来。他真的好坏，他超好动，猫咪的灵魂。对，等他再大一点，我就让他到处跑。超大的，他脚好大啊！
觉得他不知道自己多幸福。哎、嗯，唔、欸、可以啊，做咩啊？唔可以，哇、啊！他又想爬上去，很想养，对吧？太可爱了，他要爬上来，哎、欸，嗯。怎么着？救命！就是，就是，我现在有点哦，我这个在干嘛？我在干嘛？我是谁？我做咩嘞？哎，哎呀呀！我好像吓死我！想养兔子是因为我属兔吗？是因为有一阵子突然就看兔子，看久了，然后就越来越喜欢，然后看到李梦纯有养。我是越来越喜欢，就很想养。然后就是我知道梦纯养兔子很久，可是我那时候并没有兴趣想要养兔子。然后后来就突然很想要养，哎，它又上来了，就是看久了就很想养。然后再Sam，然后再多看之后就忍不住了，就开始规划要买。兔子要养兔子，对。但是按到手机，啊，手机壳，对，是手机壳。搅乱，行不行？来，我想换歌。行不行？今天很会跳，对。嗯，好可爱。来，怎么样？You've been in my heart， 超喜欢。他啊，有人说兔子大便很臭，我跟你们说，真的大便完全不臭，最臭的是尿尿，是那种超级浓郁的海鲜浓汤。对，我之前有讲过嘛，这超级无敌浓，很浓很浓，然后你闻着，就是这浓度超高，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反正就是很浓很浓，对。就是很浓，然后，对，不要担心养兔子很臭，真的不会臭，它很爱干净，就是兔子很爱干净，对。床上面哎，然后失败了掉下来。三三十三百嘞，怎么样？他跳好高，对啊。哇，我那个地毯，我跟你们说，那个地毯，他会把它翻开，然后在里面尿尿哎，翻开之后。就是我本来以为他没有念，那时候就说啊、哦、很乖很乖，结果就当我翻开那个地毯，就发现他是地毯下面尿尿，就是那个地板都是他尿。Oh my god， 嗯，就很生气，
然后气完之后说，我说过不行哦，你怎么还在那边尿尿？我说不行哦，然后他还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他很乖，在边来，他在吃饭呢，对。兔子嘛，对，我觉得李梦泽的兔子应该会更乖一点吧，因为他已经养到那么大了，他已经知道哪里可以尿尿，哪里不行。我觉得他应该有在笼子里面尿尿，我等一下要再清理一下。对，我爱我兔子。我喜欢，我很享受帮兔子就是整理东西的感觉。刚才后面的挺深惊喜，我在吃糖果，所以我讲话有一点，对，所以我讲话有点大舌头。我现在把那糖果粘在我的上面，以前在上课偷吃东西也是这样子粘，然后老师说你是不是偷吃东西，我说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把它粘在上面去。同桌咩唔同桌，例如别人说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我也觉得有点不一样，是哪里？是哪个部分？我其实是觉得在新闻的表演唱这歌是唱的不错的，可是表演感少了一点。对，因为我那天我有看过我们表演的影片，然后我觉得没有唱的人好像蛮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点哇，就是有点，我很注重唱歌，可是又好像表演感比较重要，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部分。Hello， 豪哥。我说我喜欢帮兔子整理，是因为我享受养它的感觉，就是我很享受它陪着我，就是我们一起的感觉，就很喜欢我兔子，你懂吗？这是周的，看到你哦，还有小光的枫叶，兔子很可爱。
那天出乎意料的热哎、欸，当天我真的是吓到，热到不行。为什么他现在都不蹲在自己的便盆上尿尿啦？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气死我了！兔子奶奶，兔子很聪明。我在听 You Be In My Heart。彩排说超热。加圣诞帽，你有加哦，你加了，哈哈，我看，贴图，来，等你，他在学习跳高，谢谢小凤仔。酷、哦！谢谢小木仔的帮我加的贴图，那个帽子，还有圣诞快乐，赞！对啊，星星是男孩子，男孩子特别喜欢，就是在自己的想要占有的地盘上面尿尿、喷尿，对，对。他在吃了，明天带他去看医生。男生很嗲，很嗲，很爱撒娇。谢谢谢谢提供贴图的小风仔，赞，给你大大的赞。有图可以玩，对啊，蝙蝠面。对，可以玩起来。谢谢颁奖的红玫瑰，红玫瑰，耶！今天玩兔子都玩了一整天。谢谢颁奖的文手礼，有这样的妈妈，你也很会，也会很爱撒娇。哈哈，要不然我儿子。儿子们，只这五张贴图，没关系，我相信我们以后的贴图存库一定会越来越多，不会更少，只会越来越多，对，更进一步认识星星，没错啊，就是每次都会带他来跟大家看看，然后他从小小只变成很大只，他现在蛮大只的 ，peace。很赞，我觉得很嗨，因为今天有带兔子来呀、啊，兔子很开心，兔子很开心，有兔子很开心，对，这是儿子，对，星星是我的儿子，他在吃饭，他又晚到饿了，
然后我跟你们说，我这两天差不多九点多十点就醒来，每一次醒来都看到他就坐在那个我的笼子那个接近门口那边的位置，他就坐在那一直看出来，一直抓抓抓抓。然后我就醒来，他都知道我在那个时间醒来，然后也知道我一定会去找他，就他说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呢看着我，然后我就好先吃药，吃完药再出来玩，然后他就会乖乖的就在笼子里面等，然后我都喂他吃药，他吃完呢，我就把那个门放下来，然后他就自己跑下来，跑来跑去，我都预备好所有的位置啊。然后放好所有的东西啊，之后就是我就回去睡觉，然后他继续跑。他喜欢跑的地方就只有我的床的前面啊，柜子的，就是那个床头柜的底，还有我的镜子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镜子后面，对，所以就其实蛮安全的，就是我把他不应该跑进去的地方都围起来。所以他就蛮乖的，对，不错不错，是一只很乖的兔子。每次聊到星星，我的表情都很温暖，因为我很爱我的兔子。什么不是照镜子？他不喜欢照镜子，可是他很喜欢躲在镜子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对，就很可爱。然后他会跑去咬我的鞋子，对，咬我鞋子啊，咬我鞋带之类的。然后有时候我会抱他上我的床，然后就是一边摸摸他，一边看 YouTube 之类的。对，他爱我儿子，对，我儿子叫星星，对，星星来咬我啊！每次想到我兔子都很开心啊。鹦鹉第一次照镜子，直接气到模糊，他以为镜子里面的鹦鹉就是跟他是对。兔子养兔子很酷，对，兔子养兔子，我也是属兔的，所以都是兔子。他喜欢看什么频道？迪士尼。他喜欢跟我一起看迪士尼频道。我早上去看那个酷伊拉的时候，就是我一直放一直放，可是我还没有开灯，他有一直听着这样子，就是看看这样。谢谢落日笑笑的掌声鼓励。我是真心觉得我们的那个就是不是现在从阿潘开始不是会有那个生肖的那个生写真吗？每一年过年，然后我是属兔的，然后我跟祖祖都是属兔。那我因为我很喜欢兔女郎的衣服，我说实话我真的超级爱兔女郎的衣服，然后我就说我可以穿兔女郎吗？我可以穿啊，如果生写真可以穿那个就好了。然后他说，就姐姐们都说二月有谁啊，那我说我啊，祖祖好像就好几个，就是1999年出生的。我说那感觉我说拜托拜托拜托，兔女郎兔女郎，我兔子兔子兔子。没有啊，看一下看一下，就是我只是我比较就是有点很爱这样子讲话而已，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的就是在意，我就只是开玩笑开玩笑，对对，开玩笑，大家不用太认真。对，我因为我是很喜欢兔女郎衣服啦，这是我自己很喜欢我自己的编号而已，对，所以大家不用把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小小废话，所以大家不用放在心上。这我们对未来的事情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是因为属兔，就是明年是虎年，然后再下一年是兔年，所以我应该还是有机会拍一下吧。对，所以蛮期待，我到时候都已经24岁了，对不对？有什么不行？对。Birds flying high,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you know how I feel. 对，这是后年的事情啊，所以大家不用那么的，就是觉得兔女郎，兔女郎，
没事，可能就是来一个长袖包整身，包完整身的那种特务兔，你知道？笑死，看一下，看一下。尾巴特写，尾巴特写的话就是屁股，然后就是我说你这是你脑袋装屁股，那脑袋在装屁股，这时间过很快，对。嗯，又想问那个迪士尼之前出过一部，那个卡通电影叫什么？有一部很好像没有到很有名，可是。就是好像是第一部还是什么的，那个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反正如果有人猜到就是什么，就是，哎，我不得不说屁股真的很漂亮，对，不是，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练习影片，我都很喜欢穿那种运动的很贴身的裤子练习，然后当时我们在跳舞，然后有一些扭屁股的动作，我就一直看到我的屁股，我爱我屁股。漂亮屁股漂亮，哎，谢谢北极星帮我拍的那个 fan cam， 好像北极星跟五一都会帮我拍 fan cam， 所以我很感谢，对我对很喜欢，值得恒的都喜欢，不是是那个什么，哎，不是迪士尼卡通电影。在那个101中狗前出的，再下载一下。卡通电影，不是狗狗的，好像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蛮旧的。嗯，我看一下哦。嗯，竟然不是101中狗前。我今天有看过那一部，库伊拉，对不起，库伊拉的那个，什么，影评，他有讲到什么动画什么的制作之类的，看一下解说，不是解说，谢谢多谢大林的多云都要做一瓶呀，多谢你。小姐与流氓，我知道那个，可是我都没有看过哎。其实，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会看啊，漫威我会看，我喜欢鹰眼。好像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奖评还是什么的，我看一下哦。看我的记录里面有没有 Star War，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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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看哦，我是看那个很久很久很久第一部的那个，这个，看小丑女为何很解压？哎，不是这个哎。啊，这个，重看《101中狗》，大麦丁疗愈众生。华特迪士尼却超讨厌这一部。他有讲到，里面有讲到一部动画叫什么？忘记了。达斯米奇是人吗？
不是皮克斯。有人说睡美人之前很亏钱，就是出来的时候出来钱。哦哦哦哦，原来 OK。 那么说我家里有101中狗的卡通电影光碟，对，就是我小时候没事会打开来看，放进那个 DVD 机器里面看，然后就很喜欢，还有那个富贵猫，就是 Marine 的那个，对，我有，我是一个很爱卡通的人。忘记那一部叫什么了，是，算了。别人说那个，《金银岛》很好看，对吧？他那个《亚特兰提斯》那个也很好看，《亚特兰提斯》还有那个《星银岛》，对不起，《星银岛》，对吧？我想看了，我看一下那个内容说什么。他说星银岛是讲说一个男生很喜欢传说中的海盗船长，然后把所有的这个海盗船长会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藏在神秘的星银岛上，然后当这个小男生长大之后，他很喜欢踩着太阳能滑翔板到处飞行，不过很常让他也惹到警察。有一天，那个有一个船长跟他说，给了一个求障物给他，然后并告诉他小心生化人。在这个船长死后，有一群海盗冲进去旅馆并摧毁了他。然后这个男主角呢，就带了这颗球逃离了旅馆，就发现原来这个球是一个地图投射器，是个指引前往星银岛的地图，好像不错哎，这好像不错哎，我觉得我要看哎，我要看很多东西，就刚刚那个狸猫头推荐的什么蜜，等一下，汉密尔顿，还有那个星银岛，还有亚特兰提斯，然后小姐与流民，我好像还没看过，对，我还没看过。我只听过，然后听说很浪漫什么的，就有点兴趣啊。对，It'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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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I should be praying in the winter snow, but I'm being under the mistletoe.I don't wanna miss you on the holida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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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I'll be in the mistletoe with you, shine with you, you, shine with you. Under the mistletoe, 好冷，好冷。其实你会觉得冷。流氓，流氓，流氓。对对对。我很喜欢以前迪士尼动画呢，还有那种，就是他们唱歌都是很哦哦哦，迪士尼 ，What's up on the trip， 就是很这种感觉。就以前那个，小飞侠的那个主题曲也是，也是有点哦歌剧的感觉，就像这样子，对，对，就是这样。很喜欢，喜欢所有迪士尼的东西。那库伊拉也有歌舞的那个元素，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真的，因为非常非常好看。对，大家可以去看，真的，库伊拉真的会让你觉得整部电影都没有无聊的桥段，就是整一部都很紧凑啊，然后都很想知道哦下一部会怎样之类的，所以很推荐。然后真的是没有歌舞的话，就很没有迪士尼的感觉，所以有歌舞的才是迪士尼，赞。然后我也很开心，就是华特迪士尼先生，他是很坚持迪士尼的动画是有奇幻感，对，然后就很开心，就是他创作了那么多这么好的迪士尼的东西，创作迪士尼这个品牌，然后今天是他的生日对吧，我看一下，然后最喜欢星星，没错，我看一下华特迪士尼，我有分享那个那个限动对吧，我看一下哦，对，他是12月5号生日，华特迪士尼，华特，很感谢他，他太棒了，他的签名也很迪士尼啊，你看这什么鬼，什么签名，太迪士尼，迪士尼式签名，迪士尼签名，哇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想让他看看现在的迪士尼乐园，是他梦想中迪士尼乐园，这是很棒，不准吗？这是他，就是因为他。他在开迪士尼的时候的过程中，就是他，对，他就去世了，他因为对，然后在他死后的五年后才正式开幕，在佛罗里达州那边，对对对，不能忘记自己的初衷还有梦想，就迪士尼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东西，真的，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迪士尼乐园，有一个最隐藏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华特迪士尼，每个人都有华特迪士尼的灵魂，对啊，你懂吗，就是如果有机会演到迪士尼的里面的角色，那就很开心啊！对，我记得有听说过台湾本来有计划开那个迪士尼或者是那个环球影城，最后我忘记为什么就没有开了。对，反正如果台湾开迪士尼的话，我跟你说，我真的会买
年票哦，每天都去逛一圈哦，我就会住在迪士尼了。对，迪士尼很棒，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所有迪士尼的东西。当然就是你要有时候可能人嘛，个性啊什么的要长大，没错是这样子。可是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忘记，就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就是不会忘记那一颗最真实，然后最原始自己。对，我应该如果台湾有迪士尼的话，我每天去那边工作，我当员工了。对，嗯，对。然后啊，我觉得好像国外的人才可以去演到迪士尼的电影，就是选角什么的。当员工当然是想要当 Tinkerbell 啊，可是，嗯，我要生气了。你知道，就是那个小叮当，就是奇妙仙子，他很容易生气，然后就跟我很像，然后生气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很可爱呀，救命！嗯，或者是我当什么呢？什么都可以，反正是我喜欢的角色，贝儿也好啊，珍妮一定没有人跟我抢，因为没有人就是可能很喜欢泰山，就可能只有我很喜欢泰山，对这部电影啊，对，所以就是对，当珍妮应该没有人跟我抢，所以我当珍妮吧，谢谢大家，谢谢，哇 ，OK。我要去休息了，大家也要早点睡 ，OK？ 对，然后我下次再聊，然后再想想看，我所会要穿什么，看你们想要看什么，对，嗯，对，啊，还是我想到，因为我设计的那个，哎，等我一下，有点气，刚吃太饱了，等我一下。OK， 就是呢，因为我的那个生日 T 啊比较有风格一点的，所以如果来个 emo 好像也蛮酷的。可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很想看 emo 的，就没有很想看 emo girl 那种 style， 可是也蛮不错的，我觉得就是尝试看看嘛。可是大家应该还是会有东西会想看，就是有一个想看东西，你懂吗？谢谢 Annie 的告白气球，比如说那个我生日那天我穿一个公主服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哦，我是当天的公主，23号就是我的日子 ，OK， 谢谢大家，就会觉得哦，有这种节日是属于我的这样子，对，嗯，对，再说，好，念一下排名。我要发限动了，我要看看大家要穿要我穿什么，因为其实我有一些想法，可是你懂吗？就是不太清楚，然后也很想要就是穿很多很多衣服。对，啊，OK， 我在想，现在第二十名的龙魂阿翔，谢谢。第19名的金米粥，第18名的默默五标吗？是这样子念吗？不知道怎么念，谢谢。第17名的小光，16名的搬家，第15名的博成，14名的礼貌头，13名的神推桑桑，然后第12名的后无影，第11名戴琳，第10名的玉安，第9名的勇哥，第8名的 Sam， 第7名的解成，第6名的。国树，第5名的周，第4名的小叶，第3名的北极熊，第2名的企鹅，还有第1名的 Andy Junior，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追踪，对，希望没有念错名字，该来投个票了，该来让大家
按那个回答了。对，今天脑中只剩下兔女郎。跟你说，我真的很爱兔女郎装，就是圣诞节兔女郎啊，还有那什么黑色衣服的、白色衣服的，然后那种很可爱、很可爱色的，我都很喜欢。因为是兔子，嗯吧，应该是兔子吧？对。emo 的话，我可能会就是夹一个，用一个夹的那种蛇环那种，然后穿那种，然后那种不同颜色的头发，然后在那边超好看的 ，Oh my god， 对，一定很好看。对，就是当然我想法很多嘛，所以说不定会一直变，所以就是还是会开一个就是那个问答，让大家就是回答想要看什么的衣服这样子。对，这首歌叫 All in This Together， 这是 High School Musical 1，就是第一集的最后的结尾，我记得应该是这样子吧。我很喜欢，我超喜欢。下次直播见。OK， 再说了再说 ，Peace out， 拜。